就开了。几乎听不见我们声啊！开 master 声音看一下啊，那你开它也行，反正有一个能听的。现在呢？现在有声音吗？我开了，他就自己摆了个无解，因为我听不到这个。我在看我的OBS，小问题。伊利，你摆了个无解，你那个地方怎么可能过得去啊？啊，有声音了，有声音了，可以。下一天更是重量级。对，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靠，不然他原本的话他马上就是下一面了，都不知道你对了几个神之一面啊，这啊第二面我直接开这个应该都认识吧，我最很酷的一面我傻了这道题的话摆次的这个次的个数和上限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摆满。47，手表神之47，是这样吧？好像。有人开始胡乱摆了。哎。我觉得各种你开始整活了，对，你们这都无解啊，哎，不对，应该有解。ID 这个应该无解，他这个绝对无解。然后 SC， 然后 SC 已经在乱摆了。哦，不是 SC 那个从左边过不就过掉了？没摆完嘛，把伊利卡拉这个还能过，我靠，哇，可以，他这他就错了一个，我操，牛的，
哎，可以可以。下一面更是重量级。啊，第三面。哦，我去。啊，这个不是日次吗？我提示一下，这面有十个次是八像素的。不，因为你们开的时间不一样，到了才会切到下一面。可能你开的晚，所以你就那个。这个送的呀。这个我来都摆掉了。哎，你那个还没改呀、啊？那你为什么没来？怎么又是对称啊？对呀、啊，为什么不对称呢？怎么没改掉？你直接当那个不是装就行，你那个直接当那个。哎，算了，你摆左边吧，右边复制一下就好了。我应该是保存了那个改了之后的，但是没复制过来。翻车了。哎，小问题，因为确实太赶了，这个搞的。你当右边那个装不存在就行，你可以再装当那个是的。对对对。完了，下面忘掉了。这在 DNA 里的图。那个不对称啊，小问题。瞎摆了。小问题，下次来。我靠！哎，怎么这也有刺？那也有刺。哎，这里好像也是。这里是个双刺来着。我知道，你就按那样摆吧，你当那个砖在下面那个就好了。这个放错了。我修了这个东西了，但是还在，复制错了。时间我给的时间都挺够的，我感觉。结果发现词不够啊！怎么有人偷偷按 K 三的方法摆？哦对，质疑这个次数不够啊。那也不是 K 三啊 ，K 三也不是这么摆的呀。哦这面有问题啊，你们就这样吧，因为这面是六十四个次，但他给了就给了六十二个。确实哦，不够好像。对，不够，啊、这个是 bug， 这个是 bug。这样吧，我就记得这么多了。而且这个是 bug， 少放了，我记得，还得少放。因为我当时数的时候，我少打了，我把那个六打成五了，然后全都少了十个。本来这边应该是七十二个限制，这个没办法。过去不是双次吗？居然玩 K 三是吧 ？K 三，双次是 K 三，原版 K 三也K 三也没有上面那个呀。对对对，是的 ，K 三是有一个这个。对，原版没有。一力就再加强了一点。超级，你们几个人差的时间有点多呀。K 六啊啊！别人都没报错呀，为什么你会报错？我去，那个不是哈迪斯吗？怎么 ID 不动了？完了！完了！开始六十一 out of range 是什么鬼啊？哎，是不是有人自摆外面了呀？不是不是。没有四百装你没问题，反正我当完了，我忘光了。你不会又摆往 K 三摆了吗？是啥来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 bug。我们，哎，该谢罪了。私密码犯。不要承担，不要承担，不要承担。一共多少关来着？分数的，一共十四关吧。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你们出 bug 的把 question 给它覆盖一下。兄弟，这个该不是哈迪斯吧？这辈子没玩过。K 三没玩过。那个 marker ID， 把那个我发那个文件覆盖一下，然后再进。我操！
Okay. 他那个封路用的什么封路的来着？什么？一粒就白的。我操！哦，可以可以，对，可以可以了，改。我进来就是哈迪斯啊，没这没问题、啊，你就到这一面了。因为改了，因为你报错了吗？不是，我估计、就是。那他前面的分气得到吗？就没了没了。到时候手动加回去呗，手动加回去。没事，这个最后也没有算分的环节，最后没有算分的环节。哦，那就没事。对，那还好。我。因为这个项目我就是说确实不太完善，很多东西没做来不及了。哎，好棒啊，本来有空，本来是有时间做的啊、你们摆的都有解吗？有倒是有，但是我看不懂看不懂他摆的是什么。灵魂发问，不是有人摆的比 K3 还难啊。直接点名批评是不是？哎，这个不就是白点名批评了？这个不就是按那个限次白次吗？限次次的个数，然后加白。确实，反正关关头。倒计时三百秒，对，时间比较长，这边因为次太多了，五分钟了吧？我去，有这么多次吗？有，你这摆的比 K3 还难，我觉得有些档，没办法，能摆的太多了。瞎搞，我操，瞎搞，我操，笑死了。我操，有人怎么跟布克一样？纯的复刻了，可以。哎，有人白的很像啊，对。哦，对了，这面有个刺是八像素的。我白的好多八像素了。啊？只有一个四十八像素。你猜一下，你猜一下。我想一想。我是能想到很多十六像素，八像素的倒是没想到。我只能说 ID 的最像。啊，现在就 ID 的对象吧。不是 mask 的对象吧 ？mask 摆的有点多了吧？没有。哎，别，这个 mask 和 ID 都挺像的，看他怎么摆了。像啊，很像啊。像啊，很像啊。香啊，很香啊。我操，有人真的按 K3 摆。按 K 三百，不是 SC 那个，他是个小刺，我操！哎 ，SC 那个有点逆天了 ，SC 这个，我改了，我自己摆的，这个叫做哇 ，SC 连顶三都出来了，我操！没人，我只能说 SC 那个地跳有点逆天，啊也不要，地跳好像还行，都还行。啊右下其实不歪，右下不歪，最歪的是右上，还有左上。最歪的是右上，左上。右上最歪，左上还好。哇，这我操！我操！这么多的。那确实啊。我这 FV 上号有八像素。啊？怎么有人说4.5上面还摆个横纵啊？我操！找不到算了，找不到算了，别强求，下一面更是重量级。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哪个有八像素。我操，好眼熟！我操，这不是我们下午的项目吗？对呀、啊，这个不是我们下午的项目吗？你怎么超黑了？我这个没印象，这个我完全没印象，我直接白。我靠，你看我直播这么多次，你没印象？我知道是哪个游戏的，但我不知道上面是什么东西。我可能就记在下面这个地方了。我操，这个提示，那没事。先摆一个无解，先摆一个无解。先摆一个无解。好好。我靠，这个提示直接把我干不会。
那没事。他们国外还没猜出来这哪个游戏呢？那你开个弹幕机啊。弹幕。哎，小问。我靠，这什么谁？啊、牛 ，Most。什么谁？那个 KOK 静云。哦。这可以自己设置的、哎、给你们个提示吧，这面没有十六匹草，怎么有人把九四二啊？哎，这是什么？嗯，我操！你这是什么？怎么这马克的时间流你这边流的比别人慢啊？这面一个三四什么意思？我操！这面一个三四什么东西啊？直接看到看马特，这个币一下来什么玩意儿？我都能复了，后面回个三次，我操！马特主任说：“我靠，可以的，他基本都对了，你看，马特基本上都对了。”对，那个是八匹杀，可以的，我觉得都九十分，我靠！这么猛，原来那个刺儿是八匹叉。啊，这 S 已经在摆怪东西了，摆大粪了。这不是无解，在摆大粪了。这个 Master 估计没玩过。这个游戏不是跳刺。这个你们应该剖过吧？为什么会没玩？没玩。啊，我突然想起来，这里面游戏有小黑幕啊。啊？有怎么？不是，小黑幕是是这样的，在项目开始之前，我让每个选手自己出了一个游戏，是这样的。啊？对啊。可以啊，没准还能对几个呢。有这样太逆天了。十六 B 点。对，没有十六 B 点。老游戏嘛。那肯定不够啊！这面本来没，其实没多少次的。哎，这面有很多次，其实是闲置的，它不没用。买不够的。逆天摆太多了，直接一半就摆完了。看来是全军覆没了，这道题只有 AD 在认真摆， AD 摆的应该目前是对的。没事，我你得在凭借的印象去摆牌了，摆次了。你让我摆，我可能也摆不出来，毕竟我原版打的不多。我只能摆出来右下角。对，我右下可以摆，其他摆不出来的。我只能摆出右下角。哇，二十五分。这个这面扶一个顶三也太过分了。我操，不是这九十二竟然没有大份分数高。下面更是重量级。下面是什么呀？我都忘了，看一下。我操，怎么？哦，下一面，我操，还偏肥，但啊不对，我操，这个应该能摆吧？哦，我想不起来了，我的黑幕来了，我就记得最后的上主峰，可以，操，那是，每次你发现到快到下一面的时候 ，Q 一二三都要说一句，下面更是重量级，我觉得这个确实重量级，先摆个珠峰，就记得这个珠峰了，这个玩一遍很灵魂的。那你回去看左上跟右上的珠峰打起来了，够了，只要有这个字就够了。那你就摆这两个字就够了。不是 ，Master， 你是不是游戏卡呀？为什么你到底是这么慢呀？他是不是又保越来越慢了呀？他是不是没有那个游戏减速了呀？对呀、啊，感觉也不是，他到底是肯定是一秒一秒走的，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慢呀？
可能零点九秒算一秒，可能零点九秒算一秒。会不会你平时打开 G2 的时候是有零点八百次？它不会是有那个那种问题吧？就是帧数都不是五十三十四三十三十五帧的那种。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别动，别动，保存地图就好，不然我不保证它不会出 bug。 你看它跳四就很慢，你看它跳四就很慢。对啊，你这也太卡了。就是感觉就是那个三十，就有点像那个问题。你这游戏速度有问题。我就说怎么这么慢呀、啊？那某一面有优势哎。建议使用 DBG help。我给你直接传到下一个，发一个顺便给他传到下一面。哦，可以可以，但是还可应该他容易掉帧，应该是。你为什么这么卡？可以，还可以。感觉是你电脑的问题，但还是不会卡。温七按理说是不会卡的。这在 DNA 里的一面，这个提示也太提示了。没，你看他。怎么卡了？他这个流怎么卡了？嗯，谁卡了？我这马斯克的流卡，你重推，他刚刚是不是重推？我这是正常的。但他一个没玩过上个游戏的，都比九十二高。难的做啊，不对，马斯克还真卡了，就是突然流就断了。你往难的做。这比可能比 K 四都要难啊！开始换皮肤了，还有这个时间，你倒计时要结束了。浩克还有三十五秒了，你还有二十多个词没摆呢。直接往里塞吧。这关的下一关那将是绝杀。绝杀，又重量级又绝杀。每次最重量级都是下一遍是吧？永远都是下一个 easy 吧。是啊 ，Master 他给我提供的游戏就是 FTS。哦，哎，啊，不是吗？啊？哦，对，是 SC， 是 SC， 对，我说错了，我说了，对对对，是 SC， 哎，是 SC 说的。哎，就这个吧。哦，他是直接提供你一个游戏，还是提供你某一面？就是一个游戏，然后我在里面随机找一面。哦，是你自己说的游戏，怎么自己都错那么多呀？对啊，我就在想，这不他自己的游戏吗？为什么？各种百无解说是。好，这面来了，这面你们能看出来是什么游戏？这是啥游戏？我操，怎么有这么多次、啊？啊！确实电脑问题，但他倒计时又是不变的，就是倒计时速度倒是正常。对啊，他为什么会这么卡？倒计时他写的是那个什么 room speed， 按 room speed 算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哎，可以，六十。哎，你把我这个版本怎么没有右上角没有？没有，我因为你那个版本我漏写了这一面。你那个版本应该是14，应该是14关，然后这个是15。估计马刺打不完了，他太慢了。世界最高倒计时好慢、啊，确实。哦，对，他游戏太慢了，他应该打不完了。帧数问题。对。怎
怎么还有人还在切皮肤？一个四没买，先把皮肤给切了。什么？我操！你这是什么？这什么命、啊？什么皮肤啊？树毒是吧？树毒是吧？完全没见过的关卡，完全没见过的关卡。他甚至连传送门都不给你交出来。我操！这我们玩过吧？这游戏。就是你们谁能猜出来这个地形啊？谁能猜出来是哪个游戏？有人猜出来的应该是提供的吧？不是，这没人提供。哦、我知道是什么了，我知道是什么了，那个 secret。对。secret 。啊 ？secret。secret。自由发挥是懂。再给个提示、secret。道具在哪？哦，对，弹幕有人说了，是魔塔十一层隐藏跳刺，那张跳刺是把这面分成了九个部分，所以你只是看不到它完整的那个。我靠，这也太抽象了吧！这个是谁提供的？这我想的呀，这是我想的。哦，那没事。我靠，不是说经典吗？这个也太抽象了。这个当然是经典了，魔塔难道不经典？好经典的。能不能把这灵魂出来？没有啊，你那一面是就常规的。哇，98分，可以。我操，牛啊！比提供这个游戏的人都高了。提供的人都对了一半。我操！这不就正常的吗？这个太抽象了，瞎鸡巴白。我操 ，SC 又有顶三了。哼，哥开始群魔乱舞。不过，哎 ，ID 摆的是对的，哎，只有他摆的是对的。他是不是玩过呀？不是天天剖吗？哎，这游戏能剖吗？魔塔不能剖啊！我都没打到这儿，我好像过了美男，我就没打这游戏。最喜欢的那就是美男这游戏。哎，以前魔塔那个耐久都不用打码都能传上来的，现在还得打码。对的，那里面有逆天东西。我操！但是那么想来，我靠，以前是怎么过审，我也不清楚。以前确实都没人管。现在盐太多了。以前不是 AI 审核是吗？哦，已经哇，都到这面了，这面很熟悉吧？这不会又按某个游戏来摆了？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我知道。这个简单，第八题我把提示把这个名字都给你写在提示里面，因为看你摆那 K 三的，这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提示原作，你对你提示这个，但不知道的还是会摆成 K 三，或者是怎么？嗯。不把它整活了。那他那个会伸缩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啊？那个不管，那个不管，就无视那个 trigger。反正那个地方也没刺，反正那地方也没刺，就是原始的。我去，那个什么一百？哎，原版有 trigger 吗？有的，也有。对，就是不碰 trigger 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摆成什么样。把那个无刃甲直接复制，别的直接复制过去就好，拖进去就行了。
可以啊，你别的这个怎么加的皮肤，你这个就怎么加是一样的。我操，左上。左上怎么了？怎么腻了？不是这个材质还是越看越嗯。还行，换一个。你好。我操。好，跳顶上这么稳，质疑。质疑，反差太大。我们左下也是顶三，地麦吃个面。开始跳上了。马克摆的这个应该还是有一些分的，有的是对的，感觉对了不少。哦，也不好说。只要能对一个就是胜利。有的题对一个是零分，可以啊，那就是只要能拿到一分就是胜利。你这个最低是多少分？就是零分啊。就是除了有分的情况下最低是多少分？不一定，有的是五分，有的是十分，没的是打低、啊。按比例来算的还是按什么？对，就是你对了多少个是跟他的分。反正 ID 基本上对了 ID 这摆的基本上对了，厉害啊。但是他少了几个字， ID 少摆了几个字。可以再找找，反正少摆了几个字。哎，大不了摆 K3 了。不要摆 K 三，摆 K 三，怎么自爆？哎，摆 K 三没准还能，这还真能都对。对呀、啊，摆 K 三至少能对很多啊。K 三应该是没删次，他应该是加了一些次，他只是加了一些次。但是他那个上限不一定够，你这个次数上，次数不好说。忘了 K 三长什么样了。哦，到了重量级，这关是真重量级的，这个第九关。啊，这不是那个吗？这不是那个吗？我靠，感觉基本上打不到的地方，啊不是基本上，就是打不到的地方。一个水出来不是四颗，不是，我操，我只能说逆天，先摆个空客，对，先把最后一跳摆上。是的。这是第几面了？不是，我是说这个整个最后一面，不是，就是这个摆次是第几面？它不是有十四面吗？第九，这是第九关了，应该就这样吧。然后我操，怎么是生死地摆第四？问你要的身子吗？这是 Masker 点的。哦，看看 Masker 的表现。我去，如果是 Masker 的话，应该给他身子89，这样会好一点。身子我只是 ID 开始跑题了，跳那玩意儿。来抽一下，偷看一下其他题。操，偷看，偷看一下。对，看镜尊，镜尊的那个 AN 里面好像也是那个不能直播，因为直播 Q3063 被质疑。我去，为什么感觉我的计时比右边两个人要慢好多？是不是换皮肤了？你们是不是都有 bug 呀？是不是都慢？你跳一下试试，你跳一下。我是没问题的，我应该没变慢。我应该就是换皮肤是要把这个进度拉慢。你为什么时间都差了那么多？差的越来越多。Master 觉得他游戏慢，他游戏应该只有30帧，然后，所以他肯定是越来，他应该是白不完了。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一年。对，什么专业题？我去，一百，到一百分，多摆了不算，多摆了不算。你要的身子啊，是灵魂，这个是灵魂。果子是不能删的，删不掉。伊利摆的中间那跳有解，中间下面那一跳，不知道耶。那面没有一百出名啊。一立白还挺像的，马上就不像了。因为我也很喜欢摆这种东西。SC 四十五分，基本上对了一半。最后一面，第十面，不是重点，说错了，第十面。哇，这个好比重啊！一，你看，看提示，看提示。一，不是，有人到第十关了。他这个是哪个游戏？一，你看提示啊。不是提示吗？啊，这提示啊，太糊了，不看不清啊。那提示是三个字，伊利次。哇，有一说一，谁会记得一个一百层的第一面啊？仙子也有第一。对，我买过很多的第一面，我不记得是哪个。那个一，那个一，很多呀。我他妈还做过一次的加强版，我哪记得是这个？没事，看他能拿多少钱。小问题。我们就说一立次二，还有这个一吧。一立次二就是那个。哦，还这么快，应该是从这边往下移。我上不满分，对，马特这个应该得有八十分。对。
怎么上满不了分就质疑，都摆空中扭交错，那个地方就是空中扭交错，他们摆的都对的，这个是灵魂，这个空这空客是灵魂。致命进步，然后前十关就结束了，然后后面还有五关，那属于 EX 关，好吧？然后后面五关是整活的。好，这是第一面 EXE， 然后这面是什么游戏？你们估计都看不出来，我都看不出来。然后这面是让你摆个直线跳。真的就是六个字啊，我没骗你。伊丽丝是不是？他是伊丽是不是查他游戏去了？他不动了，是不是看攻略了？哎，质疑。看自己的 PK。质疑。我这边怎么看伊丽丝时间不动了？游戏卡了怎么办？啊？游戏卡了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没响应了。啊？这什么神奇的 bug？ 怎么办？要强制解除程序吗？那只能这样了。怎么又上有个特写啊？那伊利，那个伊利，你我给你发一个新的，你用那个。不然你都重就得重来的，好吧。但还是有很多 bug。没事，下一次。刚刚才做完的，哪来的测试？现场测试，你们才是测试员。因为你真的来不及做。我真是负了。哎，来了，那个伊利，你把这个换一下。我真的负了。他这个百货道具可以缩短点，太长。嗯，我也觉得，我是怕你们摆不完才搞得比较长。我觉得这玩意儿作者都看不出来这个是他做的。我估计就看这个 SC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不崩溃吧。不崩溃，因为他这边摆底他也挺不崩溃的。对了三个，对了1.5个。
对呀、啊，当然是单次了，一眼单次。伊利推了吗？哎、有了有了。这个、啊、不是那个第二名，这不是那个吗？这个太明显了。哎，特写，为什么一句话百次？说完 ID 这面啊，就是 non 这面，这面十一个词都要百合，它一共就十一个词。还有 non 提示一下，对，有 non， 你最爱的 non。哇，我最爱的 non。但是那面你可能不爱。哎，这听到赶紧改了。朝四、朝上还是朝下？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是这样的。给你来个提前交卷的按钮。等我看看伊利能不能对齐。我要等一分钟。来提速了，哎，小问题。你妈平时在摆啥呀？我去那个，不过我记得是四项速。蓝风ID 也没有摆对。那个道具没有那么实现了。啊，这不对吗？关键一个不对，看伊利，看伊利对了几个，完了，我被质疑了。哎，可以60，我觉得也可以，对了15.5的。那个交错是往里走半格的，那个交错，那两个交错。交错摆反了。啊，这关注意时间，注意时间啊，注意时间啊。这个快！这个考验手速了。哎，我操！你这个太慢了呀。完了，我这个游戏我已经玩过，不用摆了。很快点，我要去摆这个字符。快！哎，完了，完了，20分。先摆了，根本没想。这个手气摆也很急，很急。你赶紧把你的狼这一面给过了，你开始再看下一面。怎么在有人在摆极限倒刺、啊？看谁多少分？哦，50分！我操！我操！我操！先把顶上呀！对，先把顶上，顶上是好摆的。啊、对，我记得我是往里四项数。这什么游戏来着？好眼熟啊！你先看下一个。马可不要急，怎么在反着跳啊？我靠 ，My love， 逆层，逆走。他行。这面是什么啊？我也没认出来。那个日式第一面吗？啊，不是，日式前面的第一个画幅的哪一面？
好像是把日式第一个画过的哪一面，好像是个很简单的跳词。这一面肯定是没有那个凹陷的一角的，我觉得这个日式第一个画风有凹陷的一角。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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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手持巅峰。怎么是十六披萨？完了披萨记了，完了写完了。我应该是吧，是日式吧，感觉应该像拼手速，还在那一个个点呢、啊，还他妈一个个点的，快滑呀！还他妈一个个点的，我怎么感觉游戏变慢了？其实伊利，你那个到底是不对的，你怎么办呀？这 J 透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 J 透的问题，应该打个 DBG 应该就行。过去对了四个。对啊，你这是第三个了。偷呢？哎，没事，偷。要不先把游戏传吧，这游戏会不会有点大？游戏，那个谁有游戏啊？啊？啊？啥？偷的游戏吗？对，你把 PO 发一下。啊，我发给你们练，稍等一下。啊，那行，你发给我。哎，其实这个很像，那个顶上，也没那么像，没有氪金，我操。怎么有个三次加双次加这个？什么够的游戏啊？我跪跪着，还在干什么？What the fuck is Musk doing? 怎么下板子啊？你说啊 Musk 国外评论你的这个怎么下板子？下不了板子。啊，最后一个 EX5 名字有四个字的词典、有四个字的词典。我一 TK 啊，哎 ，TK 啊，这个太简单。出问题了，我。Bang the room， 这个。哪个是偷的呀？哦，是那个，我知道了。OK OK。我觉得超时是因为这个帧率，是对，是帧率问题。OK，ID 已经结束了。我比你们落后多少？我还在那。啊，没了，关了。你赶紧把狼过了。狼后面有。我操！伊利，我不敢。我操！别挥手！我操！我操！赶紧换十六，赶紧换十六。哦 ，SC 那个是不是完整的那个出来了呀？
就是他那个是完整的，都有的。OK。哦。完了。哇，六十分可以。1392来了，宝来了，宝来了，宝来了，好低好低，宝来了，你怎么这么大呀，我下半天，哎，这有个满分的，我操，他是唯一一个有满分的吧，阿兹。直播间那个鼠标不是我的鼠标，是换的。我只能摆这么一点。我丢这个，我也因为道具不足嘛，然后。丢，我觉得就玩到那个结束就行了，就玩到到点了，就不搞三个两个二分，因为来不及了。现在已经慢了30分钟了。而且按照我的测试，3个小时20分钟应该打不了，甚至一半可能都打不完。对，学长说打不完，所以说没必要。自己保吗？就到点就结束就行。哦，不可能打得完，我跟你讲，保他。就我测过的内容都有九关我打了30个小时了。他质疑，太难，太多了。是初级游戏 DM 都收不到，当然是初级游戏 DM 都收不到。好了，那个伊利就先这样吧。好了，那个伊利就先这样吧。这个我是听 Q 啊，听 A。我是听 Q 啊，听 A。哎，我操，我能玩吗？我操，我也想玩。我操，我能玩吗？我操，我也想。我要塞进。